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惨吧？听真话，听假话。真的，不仅残暴、蛮横、无理、势利。你凭什么那么说我？你别让我说真话。行，说真话是吧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你为什么骗我？好好说。你说不好，钟叔，给我香菜根背着，说。我开始，我就想骗你，我想报复你。怎么了？你当着全市人民的面儿，你那么埋汰我，你那么羞辱我，我报复你不应该吗？啊？开始我想骗你请我吃龙虾。我还想把你车给拆了，这千斤顶就是我的。你那迷你酷派现在变成那样，那不是我弄成的。我当时喷的乱七八糟的，它变成那样，我不知道。谁干的？是啊，我刚开始我想骗你，但是骗着骗着，我跟你在一起交往时间久了，我发现其实你是一挺善良的人。你比方说藤本利跳水这件事儿，当时你想都没想，你叭你就跳下去了，我吓一跳。我当时我就想，我说夏礼斌，你是个爷们儿，人家是一姑娘，你怎么叫人家跳下去了？你干嘛呢？你不仅把彭文丽救上来了，你还一直帮他。你说法院判给他那么多钱，你一分钱你都没拿。觉得你不那么势利，我想错了。其实我骗你，我装富二代。我说我是家族企业，我卖汽车的。我骗你，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势利，我不好，我不对，我不好，我真不好。其实事儿到今天嘛，你做的那些我都可以理解。孩嘛，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，你没有错，你就是想保护自己嘛。我不好，社会人渣那么多，我就是一个人渣，我骗了你。既然你知道错了，你为什么不主动跟我承认？你还继续骗我？没想骗你，我想跟你承认来着。我那么多回，我想跟你说实话。大海边，我跟你说，丁胖给你打电话让你走，我没说成，是不是？在这儿，担仔面，我想跟你说，我那么多回想跟你说，然后你
小跟甲，你我没说成吗？真的。 让我跟你说真话，我就跟你说真话。我挺懂你的，别看你一天嚣张跋扈的，说话扎人，其实。 其实你心里边还是个小姑娘，温柔善良。一般外表越那种嚣张跋扈越挺的，外壳越硬，其实内心都特温柔，特温暖。 今天，我话说到这儿，不管从今往后咱俩是不是朋友，啊，如果将来你有困难，我站在你。 站在你这边，我跟你讲啊。 刚开始的时候，我骗你，我晚上我天天做噩梦，我就梦着你拿一千斤顶，你叭叭就敲我脑袋，就干死我。<笑>然后后来吧，随着时间越来越长，我发现<笑>没事儿，我就想，你说这女的是一个记者，天天查别人。 然后自己被骗了一点不知道，是你知道吗？我特好骗，我小时候吧，我爸呢就老骗我糖吃，他骗不到我姐的吧，他就骗我的。哎呦，那会儿给我爸愁的啊，说这闺女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么单纯，这长大后才成。你这不是单纯啊，你缺心眼儿。 干嘛？这蚊子心里血呢？<笑>我跟你揉揉揉揉，揉揉不疼啊！你啊，你这病，啊，你这是病，你得治啊！治啊？这不好了，这晚期了，没救了。是这拖的有点时间长了。嗯，你说你爸这从小知道你有这病，怎么不抓紧啊？你女儿。 你是不是你就得天天的爱护着、保护着？你不能这样。行，下下下里病，你别说了。不是我，我是跟你。你闭嘴！你爸早就知道你有缺心眼这毛病，你这早治啊，这就是父亲的事儿。你听我说啊，嗯，你比方说我就想要一个女儿，如果将来有女儿的话，我天天我就抱着宠着，我就爱着。 不可能，我要让别人碰，我像你这么漂亮，我天天看着她长大，好白菜不能让猪拱啊，对不对？不到位，是吧？下雨了，咱进去吧。告诉你，那是我爸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他呀？啊？<笑>
喝点儿。喝多了，有点迷糊。喝多我就这样，嘴没个把门的，别介意，有点过分。你没过分，我生气是因为你说的都是实话。我都说实话，你拿那高粱酒浇我。谁规定的你说实话我就不能拿酒浇你啊？啊！他喜欢赌，我都好几年没跟他讲过话了。我们那么辛苦，一个人把我拿车带，吃了那么多苦，我就觉得其实我有这个爸还不如没有。有总比没有强，不管他是什么爸，你信我的，你有爸，你在你心里边吧，永远有那么一个位置给你。如果有一天他没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，你叫他爸，他也听不见了，你就知道爸好。哟，看来是有故事的人呐。你别老套我话，我把我们家那点破事儿全都讲给你听，让你嘲笑我、笑话我。哎，你也把你们家那点破事讲给我听啊，让姐高兴高兴、乐乐。他说了相声，姐是见过世面的。我说，从哪说啊？嗯。他们都说我演戏好。演戏？我是群演啊。他们都说我演戏好，我觉得可能是遗传吧。我爸是演员。真的？话剧演员。我爸是一军人，从小在大院里长大。记着那回。我们院汇演，剧场坐了有五六百人，第一排都是首长、领导人。大幕还没拉开呢，我拿一个消防栓，我就把舞台全给喷白了。然后大幕一拉开，你知道那首长都以为演《窦娥冤》呢，全是大白雪呀。傻子！我爸气得快翻白了，然后我爸就拿武装带抽我，满院追着我抽，我就满院跑，就是抽。我现在屁股上还有五角星呢。我爸抽我，我就跑。然后后来我妈说：“哎呀，你别那么动气。”就拉着我爸去菜市场买菜。然后买完菜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俩就被车撞了。我爸我妈没了。出殡那天。去了好多人，然后我就看着我爸我妈躺那儿，穿着一身军装，我就上去拉着我爸的手，我说：“
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抽啊，抽啊，干什么呢？一动也不动，躺在那儿都是凉的。 我特别想，你说这人站起来，他要是暖暖和和的拉着我的手，多好！所以我就一直后悔。如果我当时不忙。 感觉，感觉，感动不真，有多远？多远？有你陪伴一切，无所谓。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你喝多了，你都唱了另外一首歌了。没多。你要不信的话，你给我走个直线。直线啥？走。 我没喝多，逗你啊！来，你过来，你走直线，我看看。我走直线，看着啊。来啊来啊！嘿嘿嘿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嗯。 差不多，咱回去吧。不，我难得那么开心，我要再玩一会儿，不回。哎，我们聊聊天呗。你聊什么聊啊？我爸怎么死的？我穿多大鞋你都知道的，聊什么？聊，嗯。哎，嗯。那个，我问你啊。 你刚才说你上学的时候暗恋一男的，那男什么样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反正比你帅。不是问他帅不帅，我是问他什么样。哦，好啊，他在我心里就好到我一想到他就会想到一个旋律。You are the one my love。 有爱的烦闷了，下一句什么呀？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。什么玩意儿？啊，那我采访采访你呗。那个钱小美是不是你初恋呀？ 不是啊，那不能够，绝对不能够。<笑>你太花心了。哎，那你这几十年，你喜欢过多少女人啊？那我不能告诉你。 嘿，装神秘，你装什么装呀？不说拉倒。You are.
的温暖了，有我的温暖了 ，My love，You are the 温暖了，有我的温暖了 ，My love，You are。这才几点啊？我们来这么早，已经不是第一位了。排第二位也很好啊。那就不是一生一世五二零了。单单是比翼双飞五二零，那不是更好吗？老婆，你说的对。吃啊！那我唱首歌给你听吧。我就说嘛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遇事别往心里搁。那这样，你一口，我一口，拉着小手喝啤酒。喝啤酒。啊！You are the one, my love. You are the one, my love. You are the one, my love, my走！不是，这我屋啊，这。那你怎么把我弄来的？不是，什么都不记着了，断片了吧？流氓无耻！你个混蛋！这什么呀？这证假的吧？不像假的，民政局发票，办证费9块，衣服也是这件。你是大牡丹？你那火烈鸟。你说我们怎么去民政局了？忘了，我们昨晚民政局门口喝酒来着吗？那民政局人傻呀，看我们喝成那样，还给我们俩办证。不是我隐约记着吧，有一个特严肃大妈问咱们俩是不是清醒。你还给人家走了个直线。不是你也说话了，你说我们要领证了，为了庆祝所以喝的酒。你还说我们半夜就过来排队。那个闲得无聊，所以喝的有点多。你还求人家呢？你说我们都排了一夜了，可不能不给我们办呢。不是，咱排队了吗？排了吧。
十。我爱你。你爱我？滚！干嘛？我说呢，为什么这半夜陆陆续续有人排队来领结婚证？不是，咱没排队吧？我们坐在那民政局门口，肯定被他们当成那第一个了。不是，你当上第一个，咱俩也不至于领证啊。你骗婚，你占我便宜，我连恋爱都还没谈过呢。不是，你等等会儿，这结婚这事儿好像是你提的。不可能。不是，真是你提的，你先坐下。你记着吗？那个有一对情侣，也大学生模样，大二大三吧，过来跟我们说说，哎，你们能不能把位置让给我们呢？你还跟人吵架来着。我怎么可能随便跟人吵架？你跟人吵架还少啊？是什么时候嘛？相亲节目的时候你跟我吵架，访谈节目你跟人主持人吵架，拍广告你跟 Peter 吵架，大街上你还跟人碰瓷吵架呢。我那都事出有因，我不可能随随便便去跟一学生吵架吧？因为人家管你叫阿姨。屁！就这嘴脸，他能去领结婚证，起码有20岁，我也就25岁，凭什么叫我阿姨啊？你别说话啊！这样的啊，当时那对情侣早上过来说阿姨你好，我们要领证，你们也不领证，能不能把位置让给我们？你当时你就蹭你就火了，你说，哎，谁是阿姨？谁是阿姨？谁是阿姨？我25岁，你叫我阿姨啊？这时候民政局开门了，你拉着我进去就把证给领了。秦安。我好像是这么说过，也别往我身上赖。不对，是你后来那两个学生根本就没相信我说的话，是你后来突然从兜里掏出那户口本，你说，你看这户口本都带来了，怎么不是来结婚的？你不也把户口本掏出来了吗？你为什么带户口本？你为什么带户口本？我还不是因为你，我妈以为我给那大款当小三儿，就把我赶出来，这户口本都给我了。那我户口本原来在我二叔家，我这不刚搬家吗？我昨天刚从派出所把户口本领回来。我不管，反正都是你的错。我怎么错了？你不管谁错，证是真的了。倒霉！谁？赶紧来！快！你来！干嘛呀？那个，昨儿有件事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们这房子吧，就究竟这儿呢？外面桌上呢。你别动，别出声啊！我把证拿回来再跟你说。夏志斌，没出去啊？你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我今儿太难受了，就请假回来了。你怎么不穿鞋？不找拖鞋呢吗？回屋睡觉了。你家还有别的女人？啊，不是，这房子不是我一人买的，我一人买不起。我和朋友一起买的。朋友。都这样了，为什么要让我藏着？这事儿不能让他知道。为什么？这人你认识？谁？婉。婉？你不说清楚，小心我撕了你。魏兰。魏兰，我姐。小点声。你跟我姐住在一起？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别代入感这么强，行不行？魏兰不是我的菜，你放心。放心。有谁呀？我去看看，你先看看这个，回忆回忆啊。立斌，不是你怎么自己进来了？小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妈突然就要杀过来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，只好带着她来。幸好刚才楼下有人搬家，把她拦在了电梯里，我才趁机跑上来，先跟你打一个招呼。哎，你也真是的，你电话怎么不接呢？昨晚喝大了？喝多了。来不及了，麻烦你先躲一下。啊，对，不是。怎么了？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那么多了。总之，你记住，这个房子是你一个人买的啊。Smile。小美。
小美，妈，你们两个捣鼓什么呢？没捣鼓什么呢。钱小美，你还是我亲闺女吗？你眼巴巴的看着那几个搬书柜的人把我卡在电梯里面，你连管都不管，你撒丫子，你蹭一下你就窜了，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？我不是担心丽冰一个人在家穿着衣服啊，不，没穿衣服，咱们又没打招呼就上来，不合适。阿姨，让别站着了，进来坐坐。阿姨也是个讲究人，换双鞋再过来。什么情况？干嘛？没办法，他非要拦。拦你不拦点吗？我拦不住。这谁的鞋？我问你俩，这是谁的鞋？我的，你的，就是我的。你穿三八的，这是丽冰给我买的。你看，正好丽冰觉得这个颜色特别适合我，只是买断码了，就剩一双三八的了。妈，你看我穿着，请问我的身材多好，腿多长啊？你着什么急呀？啊，你看，你看，鞋都穿反了。哎，我说小姑奶奶，你赶紧给我把鞋脱了啊！你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穿高跟鞋的，赶紧给我脱了。好。小夏呀，家里有拖鞋吗？给阿姨找一双。不用麻烦了，这都随便踩。哎呦，那怎么行呢？这都是木地板。没事儿。符合的，抹布一擦都没了。都没了。哎呀，你们家这装修吧，在我看来也就一般，挺好的。妈，你看丽冰把家里打扫得多干净啊，酒廊、电视柜多有设计感，楼梯，妈，你看家里有楼梯，厉害啊！又不是别墅。哎，这楼上装的还不错啊。哟。这楼梯怎么都没有护栏啊？这多危险呐！大人还无所谓，那小孩跑来跑去的，啪嚓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小夏，哎，小夏，啊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哦，我这听着呢。我说你这个跃层啊。啊，这是开发商送的。你这楼梯得装护栏。啊，是得装。不是你坐这干嘛呢？啊，哎，你也下来坐吧，你看这都真皮的。行了，你别跟我瞎扯了啊！我知道那是真皮的，我刚一进来我就摸着了。我是说呀，你这个楼梯呀，你必须装护栏。那他如果他要是不装护栏的话，走。你要是不装护栏的话，是有危险的。危险的，妈，我们肯定装。走吧。您说的特别对，这楼梯肯定得装护栏，要不然以后，你说这没护栏怎么行啊？看看主卧啊，看主卧。对呀。你要看主卧。怎么了？哪有第一次来人家里招呼都不打，就非得要看主卧的呀？主卧不能看吗？没叠被。那就看次卧。啊，对对，次卧有特点。你要看次卧呀？那就看次卧。不是，阿姨，那个次卧就别看了。次卧也不能看。那个次卧更乱，要不你先看厨房，我把被子叠叠，一会儿看主卧。那就先看厨房，再看主卧。没走，快！你得先躲会儿啊！收敛，我欠你。
欠你一辈子。行啊，夏立斌，这房间收拾的挺干净的嘛。啊，房子是干什么的？这厕所啊。哦，那我看一下。不是，我味儿。没事儿，我不嫌。你没听人家说吗？看一个房子装修有没有档次，就要看厨房和厕所。厨房我看过了，再看看厕所。不是，这门进不去，这没有钥匙。你看。你没事看人家厕所干嘛呀？锁着呢，打不开，你怎么上厕所啊？我平时都走外面那门。妈，妈，阿姨，那锁闭。阿姨，我先，我要先尿个尿。原来丽斌没有房子的时候，你担心我跟着他会受苦，现在你房子也看见了，你还担心什么呀？我看他今天躲躲闪闪的，有点不对劲，你要加小心。阿姨，欢迎参观。你跟我说老实话，这房子是你一个人住吗？是啊。是吗？说，这谁的？编，往死里编！你把那化妆品还有这妇女用品，你都给我编圆了。阿姨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是我的。什么？我在这住了好几回了，就是没跟你说而已。好你个小美人，你怎么这样子？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你不招惹我们家小美吗？你说话不算数，我跟你说，你不都说的好好的，你不招惹我们家小美吗？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小美这什么情况？这甭管什么情况，现在都住到一块了，就说吧，什么时候领证？啊啊什么啊？再过俩月就不能穿婚纱了，你看那肚子，肚子怎么了？不是小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这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没告诉他？我你我什么我？你要是早脸皮这么薄的话，你还能怀孕？看什么看？她怀你孩子了？别闹！谁跟你闹了？不是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甭管什么时候的事儿，现在就说吧，什么时候办事儿？丑话给你说在前头，酒席不能少于30桌，而且彩礼都是我们家的。哪有您这样的呀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真是倒霉孩子，我不要脸，我让你怀的。赶紧给我考虑清楚，给一个准确的答复。